行不撩衣。古人穿的长袍马褂很是阻碍行动，因此先撩起长衣才能大步而行。定式练习：马步蹲裆，溜臀坐胯，背竖腰直，顶头竖向，胯正身斜，臂走立圆，前撩后展，掌指同向，手心朝天，上臂撑架，下掌撩阴，沉肩送膀，对拉拔长，上顶下扎，摇膀互换。行进时，双手如持一面大旗，以步代身，以身代臂，手持旗杆，力圆舞动。